大举抄底，芒格再度增持阿里巴巴，至去年年底持股已翻倍。IT 之家一月六日消息，据澎湃新闻报道，一月四日美股盘中，股神巴菲特的亲密搭档查理芒格旗下报纸和软件公司 Daily Journal Corp 披露增持阿里巴巴的股份。根据 Daily Journal Corp 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2021年四季度13楼文件，阿里巴巴股价下跌超 60% 之后， Daily Journal 又大手笔出手增持，至2021年年底，该公司持有阿里巴巴602060分 ADR， 较9月末302060份的持仓量几乎翻倍。大手笔增持后，该公司持有阿里巴巴的头寸由2021年三季度末的4472万美元增至7151.9万美元。IT 之家了解到，芒格在2021年年初突然大举加仓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，让市场颇感意外。2021年二季度，芒格仍坚定持有阿里巴巴，持仓股数未变。去年三季度，芒格又大手笔买入，当时增持阿里巴巴幅度达 82%， 但在互联网股票持续下跌的背景下，阿里巴巴股价也持续震荡走低。截至一月四日，每股阿里巴巴股价报 119.56 美元每股，相比芒格当初持仓价格下跌了 47%。